情感慢感还是没赶上啊。钱总走了，还差一口气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钱总啊！咱来吧哥。这话说的，您都病了，我能不来吗？能来，我试试欣慰呀、啊！啊，很忙的他。钱总，哎，这话您就说远了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刚刚还在飞机上，接到你的信息，我立马就下来了。你是跳伞下来的？跳什么伞呢？飞机还没有起飞，十多个保安没拦住我呀。哦，是吗？你是不是也得吃点什么罐头、鸡蛋啥的呀？吃什么吃啊？吃啊！一天就知道吃，瞅你吃胖的。钱总都病成什么样了？我还有心情吃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他这个朋友靠谱，兴许刚才咱们说他这个病情啊是有点小了。啊，钱总，哎，您都病了啊，当兄弟得劝你两句。哦，你说吧，千万别放弃治疗啊！啊，我不会，不会，我不放，我很坚强。但是李总啊，我就是这个钱上啊，钱哎不是问题。哎呀，这太好了。嗯，来来，我问你们两句啊。钱总还能挺多长时间呢？不好说。哎呀，好好好，一年能挺住不？够呛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半年呢？够呛。一个月能挺住不？还够呛。那到底能挺多长时间呢？三天。三天够了。钱总，哎，这是你在我们公司借的50万块钱的欠条。既然你还有三天，那么我给你2天时间，必须把钱给我还上啊，否则你名下所有的财产，包括这个房子，都将属于我。哎，这房子怎么？别说那没有用的。2天之内，房产局见，拜拜。哎，啊呸！哎呀，我这都是什么朋友啊？这都是。啊，你得冷静，你也不能怨别人，对吧？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，人家也没错嘛。我欠他什么债呀？我呀，你不是欠人钱吗？那个欠条还没到期呢，还有2年呢。哦，还差2年呢。哎呀，那他不对呀，差2年他着什么急呀？你干嘛跟他说我还剩3天呢？你跟我说的3天呢？我说的是 OK。哦，还有个零呢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我也没看清楚啊！啥事都让他给我办砸了、哎、啊！门卫是我，怎么的？啊？门口有很多人，要找钱顺风。哎、干啥？对呀、啊，找他干啥呀？找他要债呀、啊！我跟你说，他们怎么知道我病了呢？肯定是你这两个朋友说的呗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全是要债的啊！大姐，你赶紧想办法给我找点鲜花啊！找点鲜花吧，把这铺满了啊！干嘛呀？我上这找哪找什么鲜花？我先大姐夫啊！你跟门口那帮人就说我已经走了啊？不行，我发个微信朋友圈，钱顺风，驾鹤西行，走了。我说这话不至于，有什么事跟他们说清楚就完了。别出主意了，我走了。不是你这么走，你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，顺风，呀，别说了，刚他都走了，走了，怎么能行啊？哥，你去了跟怎么的事儿？大姐夫啊，我胳膊挺好吗？啊，咋说走就走了呢？我的好哥哥呀！过来，瞎吵吵啥呀？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明白不？哎呀，你说我哥找的这啥事儿啊？哥呀，你们还不搭把手啊？哎，哎呀，我的好哥哥呀！哎，我这，不是事儿啊，
你这把他拉哪儿去啊？人都已经走了，该拉哪儿拉哪儿去呗。